今时今日女仔爬龙舟非常普遍，但原来传统龙舟由男性做主导，女性只可以爬挂上凤头的凤艇。今日咁啱系大学女子龙舟队嘅训练，竟然有位神秘嘉宾嚟咗，带大家了解一下女子龙舟嘅转变。喂，各位姊妹啊，今日咧有个新嘅队员会加入嘅，佢就系三十多年前嘅队友，等我介绍俾大家识好唔好啊？点啊？喂，我系郭金勇啊。我是1983年第一屆聯誼輪女子組，大家一起玩啦！玩咧就應該咧82年到啦，83年已經可以去比賽嘅啦。咁細細個就開始睇啲哥哥啊、爸爸啊、阿叔啊、阿伯啊，全部男丁去曬爬龍舟，剩翻啲女仔喺只船嗰度，我自己覺得唔開心。因為以前的年代咧，個封建思想咧就會比較傳統啊，認為龍舟係一個神物，覺得女仔咧係唔應該掂神性嘅嘢啊，所以咧女仔咧就算唔好話爬龍舟啊，就算你想摸一下個龍舟啊，咁好多啲長輩啊或者佢哋迷信嗰一啲人咧，都唔會俾佢哋咯。咁咧我咧就喺一個基督教的家庭長大，在漁民基督教是較為少一點的，所以我們的生活都較為自由一點，不會太多傳統執著迷信的東西，男女很平等的。我爸爸、阿哥那些不會覺得女仔你是女仔，你坐在船那裡不可以四圍走的，不會有這樣東西，他會覺得、女仔都是一個人來的嘛，男仔做到的事女仔都應該做到。我最主要咧就係覺得咧雲爬龍舟呢一樣嘢咧係好嘅，因為咧可以咧鍛鍊身體啦，冇咁多病啊，因為身體強壯啊嘛。咁見到佢哋都爬，男仔爬得，女仔都應該爬得啩，因為咁好玩嘅嘢，冇理由淨係男仔玩啊。我哋初初咧，其實咧我哋係一啲好似叫做彩艇嘅船仔咁嘅。由8個咧開始爬嘅，咁咧爬一爬下咧，即係咁啊，跟住越嚟越多人，咁咪參加龍舟啦。有啲就會覺得女仔參龍舟啊，用一啲鄙視嘅眼光啊，喂呀，你唔好掂我只龍船啊，唔好爬近我哋啊，好似影響咗佢咁啊。咁咧，跟住咧有啲就唔係啦，有啲就會覺得啊，女仔爬龍舟幾新鮮喎、啊。同埋因為咧，我啲隊友啊，除咗我之外啊，佢哋都好索噶，佢哋真係幾靚嘅。我都有時叫佢哋啊，呢班海上花嚟嘅。當年郭金玉同一班姊妹由一隻8人嘅彩艇慢慢爬到去參加比賽，後來大會仲俾女性爬龍舟，即係船身掛上象徵男性嘅龍頭龍尾。時至今日，龍舟已經由節日習俗演變成國際運動。自然有越嚟越多女仔參與啦。Hello， 我是 Katrina， 我玩龍舟咧，而家就第4年啦。咁我係大學1年級嘅時候開始玩嘅，中學嘅時候冇接觸過呢類型嘅運動。咁再加上大學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，例如羽毛球或者游水咧，佢哋都係比較精英制啦。即係如果你中學冇玩過就唔可以參加。咁但係龍舟就即係一視同仁嘅，你總之有心嚟爬，你就可以一起玩啦，同埋喺水上面又可以享受一下陽光咁樣，好似好正面嘅感覺，所以我就參加咗龍舟咯。中學同學就會覺得哇，你大隻咗咁樣，但係又未至於話好粗魯啦。咁屋企人都純粹係覺得一個好健康嘅活動，係我1年級嘅時候去了台灣的花蓮比賽啦，咁嗰陣時係我第一次跟香港大學的龍舟隊一起去海外比賽，咁嗰一陣時係好特別的，因為嗰個比賽女子的小龍咧係淨係4個隊員爬嘅啫，咁小龍一嚟會好浪啦，即係會好容易唔平衡啦，咁同埋4個人爬其實都非常之吃力。咁雖然係爬翻200米嘅距離啦，但係其實成個過程都好辛苦啦。咁而且又係我第一次嘅公開嘅比賽，咁所以我都好緊張。但係去到最後就同一班師姐一齊攞咗個冠軍，所以係非常之深刻嘅經驗咯。
除了社会接受程度，龙舟还有不少变化，令到这种运动不再只是斗气斗力。全身当然轻了，全身轻了会速度快了，同埋誒唔需要用咁大力，真係佢哋而家係玩技術，唔係玩力氣力。以前嗰啲船長因為係木較為重身啊，而家佢哋咧啲船長咧就因為纖維，所以就好輕好輕身，同埋佢哋唔會用一啲多餘嘅力喺嗰只桨嗰度，佢哋個技術係好好，基本上係精咗好多。Hello， 我係 Tiffany， 咁我爬龍舟就3年左右咯，而家。每星期我哋系练习3日左右咯，就2日系夜晚，1日朝早。咁我觉得最重要其实系要坚持啦，有毅力同埋有呢个团队精神嘅。因为龙舟呢个项目唔系一个自己爬就可以完成嘅项目，而系一齐齐心齐力先至可以令到条船喐嘅。所以我认为，譬如我哋好攰嘅时候，就係覺得自己到極限咁樣啦，但係當隔離同船嘅人都一齊爬緊嘅時候，其實個個都好攰嘅喎，但係我哋都要堅持咁樣爬落去，先至可以令到條船喐，先至可以去到終點咯。女仔都唔會話好舒適嘅喎，因為我哋平時練習嗰時都係男女一齊練習啦。咁因為我哋都要跟住男仔嘅節奏，佢哋其實都可能有時要就翻我哋咁樣啦。咁其實係我哋係一個團隊嚟噶嘛，所以其實係互相遷就、互相進步咁樣咯，而唔係覺得女仔可能就唔夠力啊，或者會體力不足而拖累咗成個練習嘅節奏。女仔爬龍舟咧，可以講得係會比男仔容易掌握，因為女仔個體型啊，或者啲筋腱都會比較鬆嘅，咁咧。女仔亦都有一個好處啊，佢哋做嘢做啲細微嘅動作啊，佢哋會好留心嘅。男仔咧，通常咧，佢以為佢自己好大隻啊，佢就好多時咧就唔係用團隊嘅方法，以自己嘅方法，以為哦好大力就可以拉到架龍舟。正正一個龍舟，我哋唔係需要一個人爬咗咁耐，教練突然提議女仔同男仔比賽，究竟誰勝誰負呢 ？Are you ready?Attention! Go! 我哋要做翻好我哋原本要做嘅动作，最重要就系我哋一架船整体嘅力量都要一致嘅，每一桨我哋都要好齐。我哋唔需要好大力，每人输出到30磅力嘅话，我哋就可以输出到270磅力噶啦。咁啊，記得唔好爬自己，我哋要全部一致嘅，入水角度、出水角度都要一致。嗱，保持放鬆嘅心情，明唔明啊？咁咧一齊去爬嘅話，做好自己每一個入水嘅角度嘅本分就得噶啦。望準入水嘅角度，盡量將個蛙佢攞到最遠嘅，將個肩膊沉入水度拉向後。喂，尖尾，我哋做到啊，好嘢！估唔到蔡果势均力敌，不过郭金玉就咁样睇比赛啦。其实咧，第几名唔重要。Attention！ 最重要咧就系觉得你一齐爬嘅时候嗰团火啊，我最着重咧就系讲精神同埋嗰团火。比爬冠军、亚军啊，或者第三名啊，唔重要，最紧要嗰个过程之中咧享受到嘅啫。班女仔好好，而家嘅训练同以前嘅训练系绝对唔同。佢哋 keep 得到一條船一條心，同埋佢哋嗰個體能同埋嗰個技術係進步嘅。同埋啲桨啊，同埋啲船啊嗰啲，佢哋都可以自己完全掌握到，連推龍船同埋推翻隻船上岸，佢哋都識。我覺得佢哋係好好做得。而家郭金玉已經退下火線。在龙舟比赛中担任后勤，为参赛者准备食物，俾大家感受一下水上人家的过节气氛。担任后勤啦，我爬又爬唔到啦，咁咪煮下嘢咯。因为我哋是渔民啦，当时有啲咩海鲜啊，譬如嗰个有鱿鱼啊，咁咪煮鱿鱼咯。
有誒池就池魚啊，咁咪炸池魚啊、蒸池魚啊，但係咧佢哋因為後生啊嘛，健兒啊嘛，可能而家嘅以前嗰啲係咁食啊，而家嗰啲俾條魚去食，佢哋可能都會啃親啦。咁啊，雞翼啊、魚蛋啊嗰啲啊，總之誒飯團啊、飯啊、艇仔粉啊。煮到嘅嘢都盡量煮俾佢哋食咯，問下佢哋喂中意食啲乜嘢啊？咁我哋都會煮一啲水上人家嘅嘢俾佢哋試下嘅，等佢享受一下過節我哋水上人家嘅過節嘅氣氛咯。水上人點解會重視端午節咧？因為水上人咧，佢咧經常性都會出海啦。咁啊，端午節咧就正正就係漁民嘅暑假啦。點解？因為端午節嘅時間咧，佢好多時咧會係打風嘅季節。咁誒又係年中嘅季節，架船總有啲嘢要維修保養，咁佢會停低咗喺端午節嗰段時間，咁嗰啲夥計就可能要休息啊，探下屋企人啊。正正架船大家都聚首一堂嘅話，咁我哋咧就不如啊做一架船，做咗一架龍舟啊，咁就一齊去撐，咁誒一嚟就可以聯誼啊，第二嘅話又可以。鍛鍊翻強勁嘅體魄。我嘅家族特別注重端午節，我爸媽咧會停止所有嘅工作，唔開船噶啦。咁咧就大概最少一個禮拜啊。平時我見唔到嘅親戚，我都會喺端午節見到啊，所有嘅親戚出現嘅，自動自覺就會出現嘅。爬龍舟嚟講咧，都係算係喺水上人家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幾大嘅節日嚟嘅。因為好少話成日會有一群人咁啊，自己聚曬喺一個時段咧，集體咧喺一個漁港入面咧停曬嚟玩一個活動咁咯。龍舟應該係一個運動咯，唔係話一個逢過節，然後去爭第一、第二啊嗰啲咁嘅節日咯，淨係剎那間玩緊就算咯。其實龍舟的活動是一個群體的活動，它是可以讓一班人去互相適應啊，和互相遷就啊，和懂得互相體諒啊，那種群體精神很重要。即係呢種積木本身是一個世界語言嚟嘅，其實世界即係唔同嘅地方人會認得呢種咁嘅人仔啊積木。咁因為我啲相本身加入咗呢種咁嘅人仔度啦，即係有一個效果就係令到更多人認識香港呢個地方。即係好多題材都係經即係我同佢相處之間嘅一啲回憶。或者啲經歷去啟發到出嚟，冇咗我哋兩個嘅感情關係，有好多作品都唔會因為咁樣衍生到出嚟咯。我本身就是一名攝影師啦，咁就除此之外咧，咁我工餘嘅時間咧都好中意即係周圍去影下相咁樣嘅。我自己細個就冇玩過呢種積木嘅，咁有一次，咁我太太即係大掃除嘅時候咧。就喺佢個即係床下底就揾到一盒佢細個玩過嘅呢盒積木出嚟，於是乎就諗啦啊！如果將呢啲黃色嘅人仔結合埋我平時影開嘅街景，咁都幾得意喎。譬如一啲香港好有特色嘅景點啊，或者香港好有特色嘅嘢嘅事物啊，譬如紅 van 啊、的士啊、電車啊，咁呢啲不單止有特色，其實都有好多即係集體回憶喺度咯。希望透過呢啲我嘅作品去。記錄翻低香港有嘅景物啊、事物啊，我有一張積木嘅相咧，都同即係呢個疫情有少少關係嘅。喺疫情初期嘅時候咧，大家可能有印象咧，其實都有人去手購口罩嘅咁樣。咁於是乎，我又將即係一啲名店嘅袋就改成一啲口罩嘅公司嘅袋咁樣。咁我都希望透過我嘅積木嘅作品咧，或多或少都反映翻當時我影嘅一啲社會狀況出嚟。即係影香港景色都影得七七八八啦，咁我就想影下一個系列，但係都繼續同香港有關嘅。咁於是我就諗啦，咁除咗香港嘅景色之外，咁有咩嘢有香港特色嘅咧？咁因為我本身人都好餵食嘅，咁亦都好中意食香港嘅食物。
於是乎我就諗啊，將呢個人仔再加埋呢個香港食物影一輯相都幾得意喎。影呢個香港食物嘅係第一張就影燒賣啦，本身燒賣就係一個香港好有特色嘅食物，咁所以我第一個就係諗影燒賣先啦。因為本身你就咁影粒燒賣就唔有趣噶嘛，咁當然你要配合翻你喺個茶樓嗰度有埋一籠嗰個蒸籠，咁去一齊影啦。咁要揾嗰個蒸籠咧都要花少少時間嘅，因為唔係咁多地方有。除了找即蒸籠之外，亦都要即睇下佢個大小，因為太大又唔啱比例，咁要找一個即大小啱好嘅蒸籠，去配合翻呢啲人仔咁咯。點樣可以同啲人仔同埋香港嘅食物有互動呢？咁我就諗就即好似小人國咁嘅一個構思，就話呢啲小嘅人仔真係去準備一個燒賣，將佢搬上去一個蒸籠度都幾得意喎。於是就諗呢個構圖啦。其實由構思到正式拍攝完成都大概要3-4個星期，諗齊曬要用咩道具之後咧，就好多時去商場度揾嗰啲零件啊、散件啊咁樣，跟住就再諗下張相啊，可以喺現場影啊，定係可能要影完之後翻屋企做合成啊。其實收到嘅回響都好喜出望外，都好多人有呢個好正面嘅回應。咁有個人去 PM 我，咁佢就話：，我本來係而家係搭緊車翻工，就好唔開心嘅，因為一陣間可能要俾老細捽咁樣。咁但係睇完我 post 之後，睇完我張相之後，佢就開心翻啦。我就覺得啊，其實自己 for fun 嘅一個 project， 原來可以帶俾人咁多歡樂嘅。咁所以我好多時嘅創作都係以此為目標咯。將積木結合香港情懷，背後仲隱藏阿 Rick 同太太之間嘅甜蜜回憶。當時我第一張咧就影咗一張個人仔啦，拎住個雜誌。咁個雜誌個封面咧就係我太太個封做封面嘅。其實原本個構思都係諗住氹下佢開心嘅啫。咁之後咧就先開始將佢結合嗰個香港嘅風景，我啲相攞到好多時都係有兩個人仔喺度，好似拍拖咁啊咁嘅，即係個場景啦。即係我嘅創作本身都希望帶俾人歡樂，咁想帶俾人歡樂，咁首先係一啲自己甜美嘅回憶擺入作品度，咁我諗相信個感情就會即係最好。咁所以好多時我會將我自己一啲甜美嘅回憶咧就擺上我啲作品度。阿 Rick 將同太太的回憶加入作品當中，其中就包括天馬公園。想再影一個有浪漫氣氛的相，於是就去了呢個公園度取材咯，咁樣攞兩個積木人仔啦，扮演一個情侶啦，咁樣咁就我就攞個點子就攞塊樹葉做一個剪影咯。都會啊，都會，都會好覺得好 sweet 嘅，都係繼續，都會覺得都會讚下佢啊，你今次影得好好啊咁樣咯，我都好多讚賞佢嘅都，係啊，咁都同埋我都覺得佢影得係係浪漫嘅，係嗰個感覺係好好嘅。朋友介紹嘅，係我嘅舊同事佢嘅舊同學介紹我哋識嘅。識咗應該係13年，係啦，咁跟住3年後就結婚咁樣，所以啱啱今年就係10周年，結婚10周年，係相處10數載，二人能夠將愛情保鮮，全靠攝影維繫。因為我唔識影相噶嘛，都係佢教我嘅，係啊，咁又多咗互動咁樣。或者用另一個角度咁講嘅。因為你因為要影相，所以先會去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做。因為如果你唔係為咗影相，可能為咩咧？哦，食下嘢之外有咩咧？啊，原來去埋影相咁啊，好似即係因為影相咧而令到我哋會多咗去唔同嘅地方。阿 Rick 成日出咗去影相，幾時毫無怨言，一直喺身邊默默支持佢。
咁你繼續加油啊！係啊，咁誒都我都好支持佢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自己嘅創作嘅。咁佢自己有好多唔同嘅諗頭啊，咁咁係唔係我哋即係我呢種普通人會諗到嘅嘢？咁所以我覺得佢咁樣表達佢自己嘅想法，會係我支持佢嘅其中一個原動力。因為冇咗我哋兩個嘅感情關係，有好多作品都唔會因為咁樣衍生到出嚟啦。其實我又唔需要直接職務同個太太講嘅。不過如果真係要講，當然係即係三個字，我愛你啦。最直接嘅啦，係咪先？冇得再直接就呢三個字。咁亦都好多謝佢嘅，呢咁多年都咁即係支持我。希望我的作品帶给我身邊的人歡樂先，跟住再譬如擺上網之後，亦都有其他人歡樂，咁我就開心啦。即我又唔敢咁講話，我個作品可以即係保育香港，但係我即作為一個攝影人啦，帶俾人歡樂之餘，亦都去 capture 低一啲而家我哋身處住呢個地方度仲有嘅嘢，或者仲有啲文化。咁呢個係我覺得都係一個需要做嘅嘢。